今天要看的是这个 Kingdom Hearts， 王国之心吗？中文是不是王国之心？然后这个预告片是第四代的 Kingdom Hearts 4， 然后跟 Kingdom Hearts 20周年的这个预告片。还记得 Kingdom Hearts 1的时候，王国之心1的时候应该是在 PS1 吧，然后到 PSP 也是有，然后 PS2、PS3 咯，现在是这个是 PS4、PS5 的Kingdom Hearts 4，我们来看一下。OK， Kingdom Hearts 20周年 Anniversary， OK， 还是很经典的那把锁匙。诶，为什么画面是这样的？手游的画面。What？ 应该这个是手游吧？它不是直接。没有可能这样子的画面啊 ，PS4、PS5。该是手游吧？所以它是有出，所以它是有出手游版和 PS4、PS5 版的吗？看手游版啦，可以跳过吗？我们还是看完它吧。都在讲话哎，看剧情的吗？这个游戏那么中二的打我，怎么这个剑那么像中二？什么 X Dark Rock？ 奇怪。iOS Android 哦，电话的哦。你们有兴趣吗？的手游，我没有什么兴趣耶，手游版。想要看最新的啊。为什么还是一样啊？画面。这边是什么？光と闇から生まれた始まりは心によって育まれた命は脈々と受け継がれ時が流れやがて世界となった大地は人々の暮らしを作り上げた光と闇詰め物と継がざる夢と歪みを持った他说的都是主角不一样的。之前我们那个主角不是这个人的。ここはやがて州となり、結社を組織した。知道。継ぐ者の結社、継がざる者の結社。いくつもの州は都市をめぐる血脈のようにこの世界に張り巡らされていた。哦，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是二十周年，《Kingdom Hearts》王国之心二十周年，所以它出很多版本，有出手游版啊。这个我不知道什么版啊，等下我们看到后面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版。所以它出很多个版本，这个是直的，那个电话是这样打直，可能这也是手游，它是打直玩的，它不是横的，它不是横屏的。哦，还是一样是迪士尼，很多迪士尼的人物。哦 ，Mickey Mouse。啊？怎么是像旗这样子的？啊，这个还比较像，这地点还比较像，哇，会飞哦，真的，飘在空中啊！这个很多迪士尼的人物我的影片又被中版权了。他ならぬ君はこの世界に目覚めたのは漆黒の空に美しく歪んだ星の降る夜だった。想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手游，又是手游吗？迷心灵，哎，你有鞋？我也是手游。哇哦，出两
A beta cross beta test 哦，还没有正式推出啊，这只是试玩版。有兴趣可以去玩一下，手游嘛，大家都有手机。这应该来了吧？哎，你看这画面，这个画面应该是来了吧？这个画面跟以往不一样哎，哎，那墙壁还有那个，那墙壁还有那个 logo 哎，那 Kingdom Hearts 的 logo 嘛。哦，这个画面比以往的漂亮哎，漂亮很多，应该这个应该就是第四代了吧？他の世界に退場すればいい。哇哦。選択肢は無限にあるはずだ。Oh my god！ 这画面，最好看他的人，还有那个人的那个头发的那个发毛，我看会不会像那个 Final Fantasy？ 哇哦！哎，这个画面美哎。哎，你看他的头发。哦，已经是接近反龙反大 C 了哎，那反龙反大 C 的人物的头发就是这样子的，之前不是这样的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发的那一条一条的那个线，还有那个你看那个沙发的那个条纹 ，My God， 哇哦，哇哦，这画面，就想玩哎，这个游戏。あなたはこの世界に来て7日間、ずっと眠っていたの。哇，我想要看到他的那个迪士尼的人物哎，那些 Mickey Mouse 那些，会不会也是 3D 的？哦，城市哎，以前都不是在城市啊。黑洞吗？那个是黑洞。哇，这个剧情，我想要知道一下。一度退場すれば元の世界に戻れると思うな。え、三人四啊？哦，四那个哦 ，ID 对第四代。哎，没有玩呢。哦，唐老鸭，哎，唐老鸭，等一下我看一下。3D 的了耶，3D 的不是2D 的。手がかり見つかるといいね。很奇怪，讲日文很奇怪，应该是讲英文才对吧？喂，どこへ行くんだ？Magic in the making， 什么意思？迪士尼跟 Square Enix， 哇，也是一样，他们那个两个公司合作的，哇哦，对对对 ，Kingdom Hearts 二十周年 event， 所以它是出两款手游跟一款，是 PS4 的还是 PS5 的、啊？应该还是两个双版本，没有讲哎、欸，没有讲哎、欸，不知道哎、欸，这样子，广告就是这样子，两个手游版。Android 跟 iOS 都有上，然后跟这个他没有讲是 PS4 还是 PS5， 等下我上网去找一下，到底是 PS4 还是 PS5 的版本啊？还是双版本还是怎么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
有些人是从 PS1 开始玩到 PSP、PS2、PS3 到现在的，所以童年啊，这个还是算是童年啊。连那些 Disney 的那些卡通人物都变成 3D 化，以前也是 3D 化吧，我记得好像，可是没有这么漂亮做到。好啦，影片就到这里，拜拜。